你敢去抛弃一些东西去做你想做的事吗？没有想过放弃，不想被别人看扁。我用这种方式也可以证明我的梦想。确实需要很大的勇气，走出来了以后懂得了应该怎么样去热爱生活。热爱一定有代价，对别人可能一文不值，但对你来说这就是全部。该就干了，现在你真的还在继续干，永远永远热泪盈眶，义无反顾的去做。梦想在路上。广汽轰的